Arena number 2, number 26005 athlete, please march in. Yeah. 好了，接下来登场的是。 加拿大的选手啊，一个转身云箭，截箭，被罚箭。 弧形步，侧空翻，抢背，颈部刺箭，退步刺箭，9.4201分，两身上刺箭，公布点箭。 就是原地挂件，请一号场地二六零四号选手入场，接坐盘。 Number 26004 athlete, please march in. 虚步。 完成的不错啊！运动员这个在过程当中的演练意识，应该说在需要进一步的提高，尤其有一些弧形步的动作，因为你看他这个整个套路当中的在窗边的时候，应该是这种弧形步的动作很多，行进间的跑动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上肢动作，就我们的这个手持剑是没有动作的，它是静。 所以说就需要我们运动员在身体上、身法上，那更进一步的去弥补。排在第三位，五分满分拿到了4.173分。6号选手入场。Arena number 2, number 45.